与谐音老公陈龙烈被控涉嫌不法经营赌博后，嫌隐约一年半的时间。21日，他被狗仔直击，出现在台北街头。虽然脸包紧紧，但从下半身看得出来明显消瘦许多。在友人的陪同下，先是到东区探望奶奶，之后又到诊所看诊。据一评新闻网报道，安以轩到内湖加医科拿保健品调养身体，在诊所时还被拍到瘫软趴在桌上，时不时靠在朋友肩上的画面，都让人相当心疼。看得出来，老公的事真的让他非常煎熬。安以轩自从去年1月老公陈龙烈在澳门被捕后，就消失在大家面前，脸书、IG 和微博都停更。这次意外被拍到，也让想念他的粉丝终于松一口气，要他好好照顾自己呀。Bye.